是山水轩度假村在打。老少大大小小都能玩，包含了老少咸宜，查某查甫拢会使拍，因为伊唔是拼竞技的。再来就是说族群的，就是讲大家以球会友的方式。然后大家在球场上挥洒，挥洒汗水，然后酒可以少喝一点，然后早一点回家，可以睡个好觉。我目的在这里了，也不是说出国要去拿金牌，没啦。我想要知道，就是他跟棒球的打法。因为棒球它是竞技的，因为它是快又狠又准，我们这个是慢，然后大家摸得到球为原则，所以它是背道而行。然后它距离也短，棒球的距离较长，差别在，它是休闲运动。
啊，棒球是竞技，就是要拼输尔，差别就差一只尔。甚至我跟健身啊，对，我还跟大哥讲，投手对调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我宁可一场比赛我要打一局就好，可是我是30-31，我不要打7-1。大家没有动荡，差别就差在这里。谢谢汤大哥。福尔摩沙明年就是主力队来打我们的比赛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期盼，加油，加油，台湾人加油，啊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。感谢他这一次啊，全力赞助啊，我们陈老板啊，两队加油，他特别让我们全场啊，来给大家加油，大家也来给掌声啊，我们陈老板今天在啊，我们工作其实们啊，啊，两队加油。这是在班第三名。来，你站中间，我来拍一下。好，谢谢。